是1.2×1.5米的。有几项特点呢？就是第一，它轻巧灵活；第二呢，就是咱们这个棒表呢防抖动；第三呢，就是咱们这个围栏高呀，适合撑猪，有的围栏矮，猪这个嘴会拱在上面。第四呢，就是咱们采用高精度这个花纹板。这个花纹板，猪站在上面不乱滑不打滑。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咱们这个棒表就是有这个防抖动的功能。采用这个上海耀华油防抖动，另外还有防屏蔽的功能，就是别人拿遥控器根本遥控不了的功能。就是希望大家呢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好的建议，特别是好的建议特别需要好的建议给我提出来谢谢大家。